我一生啊，也说你讲，甲囡仔生活比甲大人生活较长啦。西元1916年7月1日，吕全生诞生于台中县神冈乡的小云山庄。吕家是清朝的望族，也是书香世家。小云山庄曾经有台湾第一书库的美号，抗日军领袖邱逢甲也曾在这里博览群集。当基督教到台湾布道时，西方的音乐也跟着传教士来到台湾。我六岁时吼，阮阿公阿嬷都入去参加基督教，所以我六岁时就去伫教会。因为去伫教会的关系吼，比其他囡仔较有唱歌的这机会啦。从小就喜欢唱歌的吕全生，在14岁那年考上了台中一中。台中一中是由中部士绅林献堂发起，筹资新建的学校，也是当时中部台湾人心目中最好的一所中学。3年级的时候，学校的老师带着同学到日本做了一趟为期3周的旅行。当时吕全生住在东京的堂哥带着他到东京的日比谷公会堂，在这座当时首屈一指可以容纳2000多名观众的音乐厅，他们听了一场动人心弦的交响乐演奏。这场音乐会就是我的人生第一次的这音乐会，当时就去到这有时候西米亚公会堂，所以第一次听到讲交响乐一些音乐会，啊，听了我感觉哦，世间敢那有这款的这么好的这些音乐。这一趟日本之行，吕全生第一次见识到管弦乐的优美，让他久久不能忘怀。回台湾之后，就要求祖母用私房钱买了一把小提琴，开始自己摸索。因为害羞，所以经常独自跑到丰原的水源地练琴。啊，那当时就是讲，啊，你笑吼，都跟你讲真特地了。是安尼个，所以迄当时哦，阮个中学哦，无初中也无高中，是5年级。所以台中一中哦，我是读6年啦，旷课36堂啦，啊。一路疯到临毕业的那一年，对音乐有着无限憧憬的吕全生，正因为不知道如何有系统的着手学习音乐而感到苦恼。有一天放学经过台中公园的出口，看见一家洋服店的2楼有一面招牌写着台中妇女钢琴研究所，心中感到无比的兴奋。从此吕全生开始跟随陈信珍老师学钢琴，成了这间音乐教室中唯一的一位男同学。开始以前我妈妈在教学上好像一开始都教拜了，写看谱啦，后来就按照那个谱练习手指头啊等等。10个月中间呢，我大概弹到这那当时弹的拜了，差不多86条，80几条，
我会记得有一条滴答啷当，滴答啷当，滴答啷滴，啊，就是当爱听的点嘛。短短的十个月当中，陈信真老师开启了吕泉生的音乐之门。听说是柔道课了，剑道课下以后才来，所以满身大汗。可是他很认真，都没有缺席过。他常常说，吕泉生是我上好的学生。他说，有状元学生，无状元老师啦。啊，讲吕泉生真有情。每一次从美国回来，一定要来找他。毕业之后，吕泉生踏上了留学日本的旅程。虽然父亲期待他学医或者学法律，但吕泉生对音乐的执着终于说服了长辈，于是进入了东洋音乐学校，主修钢琴。东洋音乐学校创建于1906年，在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之后，就一直坐落于东京都丰岛区的南池袋。学校经历了多次的扩建和改制之后，1969年改名为东京音乐大学。第一年上艰苦，艰苦干呐？你家己无 piano 啊？啊，你主修 piano 啊？所以啊，我当时就在想啊，早起时哦，6点，迄工友就会开后门啊。我就喏去遐等，工友若开后门啊，我就入去，上歹的皮啊喏，无锁的，无锁的皮啊喏，我就去遐练习嘛。就弹甲人来，学生来，来上课，我才有转去，转去食饭。吕泉生每天持续练琴，希望成为一位优秀的钢琴家。由于当时东洋音乐学校没有男生宿舍，吕泉生就在学校附近一栋民宅的2楼租了一间房间。但是在本科2年级的冬天，发生了一件改变他一生的意外。那是一个寒冷的早晨，受伤了，我去医差不多2礼拜，也就好啊。也好啊，啊，即马老师讲要给我弹《匈牙利狂想曲》。这首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2号是一首技巧难度相当高的乐曲，一般学钢琴的人都不敢轻易尝试。那个时候，吕泉生每天都花很长的时间练习。这个手越袂振动啊，越袂振动，当然啦，着急啊，暗时袂困去啊。你讲，啊，这也是运命啦。但是人生啊，有当时啊，即阵是个想讲，有当时也是塞翁失马嘛，
啊，有好也有坏了，啊。それでピアノ科の先生が、あまりにも左手の方が達者だから、まあピアノは無理だから、声楽科に転科したらどうだと言われて、確かね二学期ぐらいからもう声楽に変わったと思うんです。ですから余暇ですね、余暇の二学期ぐらいからね。这场意外让台湾少了一位钢琴家，却造就了一位创作大量歌谣的作曲家。台北市西边靠近淡水河的部分，在忠孝西路以北、台北桥以南的区域，就是昔日的大道城。这里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逐渐成为台湾北部最繁华的商业中心。日据时代在迪化街有一个永乐座戏院。1943年9月，吕全生所领导的后生合唱团在这里参与了台湾第一出新剧《烟鸡》的演出。由吕全生所采集的《拉贵残醉》《丢丢档啊》《几家娇啊》《好舅舅》等台湾民谣，在剧中以合唱的方式作为幕间音乐，受到了观众们热烈的回响。1944年1月，28岁的吕全生和钢琴造诣精湛的萧美纨小姐，在空袭警报中举行婚礼，而他们的媒人正是吕全生的恩师陈信珍。1945年，盟军对西太平洋展开反攻之际，台北地区也遭受盟军惨烈的轰炸。这时，吕全生的长子刚出生不久。为了妻儿的安全，吕全生便将母子二人送往神冈老家，自己则回到台北放送局上班。6月初，因为挂念将满3个月的儿子，就请岳父萧安居牧师写词，准备谱成一首摇篮曲。哎，但是阮丈人写的是讲，囝是酒中珠了，是要传何事了？生团大宗族。满足真最高，要是安尼写，啊，什么？满月抱出听啦，金竹到好命啦，要是安怎都安怎啦。拿到岳父写的词之后。吕全生在台北桥附近的工作室里，一遍又一遍地念着。因为再过2天，自己的儿子就要满3个月了，心中百感交集，心疼在战乱匮乏的年代中出生的孩子是何其的不幸。当时因为美军空袭，灯火管制。电灯上都必须照着黑布，吕全生就着幽暗的灯光，在6月8日晚上，也就是长子吕信也满3个月的前夕，完成了这首《摇篮歌》，不但成为伴随无数台湾儿女入眠的摇篮曲，也被日本 NHK 选为世界10大摇篮曲之一。这首歌曲的原作词者是萧安居牧师，后来1952年又由卢云生修改和添补成现在的版本。1945年，吕全生因为大儿子吕信也的诞生，触发了创作《摇篮歌》的动机。半世纪之后。当年在襁褓中的吕信也已经自乐团退休。吕信也还记得小时候拉琴，父亲都会在旁边听，要是拉错了，父亲会纠正，如果拉得好，父亲便会睡着，信也也就会跑出去玩了。
1945年8月，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台湾也告别了50年的日本殖民统治，重回祖国的怀抱。光复初期在中广任职的吕全生，经历了这段由异族统治到国民政府接收的过渡时期，也亲眼目睹了一场悲剧的发生。1947年的228事件，为台湾社会留下了长久的伤痕。一个政治事件，却演变成本省、外省之间的族群冲突。这样的隔阂一直为社会带来不安。他在36年的时候，他看到228事变，哈，那这个事变给他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触，哈。那我们晓得38年是国府撤退来台的那一年，哈。那所谓的百万金马，当然人数没有这么多了，而且是分批进来的，他们所谓的转进来台湾的那个年代，他觉得族群的这种冲突不应该再发生一次。那其实这个旗帜有三段话是值得我们去注意的，就是情到义合上欢喜，朋友弟兄无离分，好汉破甲来相见。他说基于这三句话，他有一种想把它当作一种所谓的一个族情，不应该有纠合，应该大家坦胸相处，肝胆相照的那种寄托在里面。那其实我们看这首《太乙饮酒歌》，其实从他那种豪迈的一个背景气氛去看他，我想他的一个寄望应该在这个歌里面可以显现出来的。这首家喻户晓的《饮酒歌》，最初在台北文化研究社年度音乐会发表之前，曾被人误会是礼俗不雅的作品，很不以为然。闽南语饮酒歌，有哈，没有台湾话唱饮酒歌，这下流嘛。那当时饮酒歌人是讲这下流啦，然后这比赛，啊是嘛？张三乡就讲哎，啊人讲反对啊。我没事的，我那反对太强了，你开刀了，我们上班，要不就像我没事的，要不要就基本就讲说，就像张国根讲，像这样不是讲下流的，讲要不请伊请李双星来上酒饭店，看什么款，我那边爱我七五年天会使的。我就唱给您听，我去嘛，听听哦，那安尼唱，大家嘛欢喜听。我人无欢喜的歌，你唱要怎啊？你唔着唱人欢喜的歌，所以第一遍发表就是我家己唱。1949年，吕全生亲自在台北中山堂发表这首歌曲。1945年12月23日，音响完。在美国写到了，隔一张唱片，当个还哥哥，当个给歌友，歌友就话讲，我有一张唱片，恁来听。这张唱片是由德国奥佩伦克汉孤儿合唱团所灌录的，他们天使般的歌声，深深感动了孤伟甫和吕全生。咱儿童团要未开始，咱将来组织一个儿童合唱团。我大人的合唱团，我有经验；儿童合唱团，我都无经验嘞。我稍等嘞，你让我来研究看嘛。三个多月之后，荣兴儿童合唱团就在孤伟甫的宅院中成立了。刚刚开始练唱的时候是在南京西路，就是现在的一蝶百货公司。那是一个孤伟甫先生一个很大很大的宅院，很大很大的花园。那孤伟甫先生呢，就特地为荣兴儿童合唱团呢。在那个角落里面盖了一个练习厅，那我们就一直在那边练习，在那边大概整整有7年的时间都在那个地方练习的。当初孤伟甫先生跟吕全生老师两个倡议来组这个儿童合唱团的，然后呢取的这个名字呢，就荣兴的意思就是纪念他爸爸的意思，就是孤显荣先生，
就取这个荣兴这个名字。然后一年以后呢，我们就在那个台大医学院的大礼堂开了第一次的演唱会，这样。儿童合唱就是荣兴是点火的作用很大。46年前，当时台湾的环境、台湾的整个社会的经济情况呢，有一个儿童合唱团能够成立是不简单，可是他成立了，而且就是说不单自己成立得很成功，他带给整个台湾陆陆续续的在台中、高雄、台南、屏东到处成立儿童合唱团，它是点火的一个作用，功不可没。歌词上面有一点哦，你看阿金伯啊，新生出来啦。那时候我记得我们下课要放学回家的时候，其实陆老师他可能心理上也有点舍不得我们吧，所以他都会站在那个办公室外面看我们回家。可是我们都其实有点害怕他，但是又很想跟他打招呼，所以有时候就会故意看到他的时候故意会躲开，或者是刚好看他走过去我们就靠着墙不敢跟他打招呼。吕老师是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老师，我们每一个小孩子从一年级入团到我们退团的中间，包括总共大概有7-8年吧，每个人经过老师的熏陶和严格的训练出来，这个很扎实的这个教育哦，让我们在音乐界上得心应手，非常非常的容易，跟外面其他的音乐团体所训练的小孩子一站起来比的时候，我发觉我们的这些基础训练都非常非常的有力啊。今天让我想到的就是我们的第一届的荣兴儿童合唱团所训练出来的人，最彰显吕老师所给我们的这个训练，那就是王立德王指挥。那我记得他跟我提说过有一次这个省政府呢举办了一个音乐奖，那特别颁给这个特别成就奖是给吕老师的。那当吕老师上台去这个领奖的时候，他就讲说在现场办这个颁奖的这个音乐是由王立德率领省交而演出的，他觉得他得奖的感受还不是很深，反而看到荣兴自己训练出来的小孩子竟然可以站在台上帮他颁奖，帮他做音乐，而且指挥省交，当时的省交是非常非常是最台湾最好的一个交响乐团，所以他觉得那个成就感胜过他在领奖的那种感受。吕全生的创作生涯从1940年代开始，他所创作和改编的歌曲已发表的有200多首，他所采集的宜兰民谣《丢丢档啊》几乎成为台湾的注册商标。他所改编的世界名曲如王老先生有块地等等，成为华人分享世界文化资产的桥梁。取材自歌仔戏曲调的单台、龙村酒瓜等等歌曲，将传统戏曲淬炼成为更高艺术形式。长向花伞、红叶等声乐演唱曲目则是艺术性高又悦耳动听的作品。
李先生啊，他从他本身是学钢琴，后来转到学声乐，到一直后续他做一个歌谣的一个创作，其实对台湾的一个影响是最大的，尤其是在战后的那段期间哈，几乎是音乐的课本都是他编的啊，那他很能够把自己很多对音乐教育的这种理念哈，在整个哈这个音乐课本里面呈现出来。另外，他也辅导了几个儿童合唱团，所以说他的一个传信工作是相当重要。我是直接给我了。能先生，你别还你讲要煎啊？你讲我要来做的，那是恁的代志嘛。这首1958年创作的《阮若打开心内的门窗》，可能是吕泉生作品中最广受群众喜爱的歌曲。原本是鉴于早年实施三七五减租和耕者有其田的时候，台湾社会出现了很多失意的地主，为了鼓励意志消沉的人们而做的。在本土意识高涨的年代中，这首歌被人们用来表达对乡土的热爱。无论如何，吕泉生就像是每天生蛋的母鸡，不停地编写抚慰人心的歌谣供人们传唱。南北朝是不是有哲学家讲的，他说人为什么有情感，情感是从记忆来的，没有记忆就不会有情感，不忆故无情，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概念。现代人讲的是所谓认同，或者是这个 identity， 就是所谓认同，也是跟记忆来的，你一定要某些记忆你才能活得下去，所以这个历史就是告诉你的记忆，帮你保持你的记忆。史学家可以这样说，也可以说他的主要的任务也就是处理你的有关记忆的资料材料，然后整理出一个系统来，就不同的角度整理不同性，不是一个系统，就各种样给你整理出来，让你看你是怎么样的人，你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你这个文化是什么样的文化，你是怎么来的。